大家好，我叫做威洛。阮家住入去一个背包客，伊真变态，逐天拢在摸我的脚床，我实在是挡袂住啊，想要甲伊赶出去。大概甲人，伊拢白痴白痴咧甲我笑，我咧笑我无知，毋捌伊到底是咧创啥，真正是一个死变态台湾人。真正不知影，这个变态台湾人到底在想啥？大概你甲我问，敢讲你伫食饭的时阵，若摸你的脚床，你敢会爽？我实在是搞不清楚呢，计卖摸，伊个一直摸，佮摸我上讨厌的所在，什么变态？